掉，不过太大了，如果大家看不到那个字的话，就走近一点吧。高雄古道场，如果对我们音乐有兴趣的话，上脸书就可以找得到我们了。然后我们的板子全倒，因为那风太大了，他们全倒掉。
片狼藉。对，然后如果有任何不清楚的话，他们等一下来跟我们稍微聊聊天这样。就是等一下结束的时候啊，如果想要来打个鼓啊，打个太鼓啊，就是想要玩玩看的话，就是都可以上来玩玩看这样子。然后好，那下一首歌曲呢，要带来的是我们有史以来歌曲里面最激烈的一首歌，叫做《Run Away》。就是每次打完这首歌啊，我们可能就像跑了一场马拉松一样，觉得还蛮累。我们在鼓上面跑马拉松，所以这首歌叫《Run Away》，就是逃跑。是健身房市场的跑步。希望大家会喜欢哦，它是一首还蛮开心的、欢乐的非洲鼓的歌曲。那等一下如果想要一起跳舞的话，也非常欢迎。好。Thank you.
Thank you.